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这里的很多花都是非常喜湿的，所以早上过来我都会给它们喷喷水，清清湿。又饿了吧？来，给你们弄点小米来了。哎哎哎，搁到门口，这边。先吃小米，再给你们去搞点青菜来。摆点生菜去给鸟吃。生菜长得有点慢哦，可能是没有施肥的原因。等一下给它们施点肥，这样下次我也能吃到了，不只是鸟能吃到。来，新鲜的生菜来喽，来上来。咬不动吗？嗯，放进来。